喜欢剑？喜欢。练过剑术？先生教过。就是当年父王所派跟随儿臣去邯郸的师父申月。王祖父有剑吗？有啊。这是鹿茹剑。你怎知？先生教过我，鹿茹剑乃是秦王之剑，王祖父是秦王，这定是鹿茹剑了。拔出来看看。诺。放肆！正儿休得无礼，快把剑收起来。你还知道什么剑？干将、莫邪、太阿、龙渊、工部、湛卢、巨阙、鱼肠、纯钧、圣邪，这些都是传世名剑。说得好。除了剑，可还读过书？法、墨、兵、儒、道、农、纵横家、阴阳家都读过。背两句听听。国富而贫之，曰重富；重富者强。国贫而富之，曰重贫；重贫者弱。这是《商君书》中的。正是。你可知何意啊？国家很富强，需要照穷国的办法治理，这就是富上加富，国家就会强大；国家贫穷，需要照富国的办法治理，这就是穷上加穷，国家就会被削弱。好，这孩子好，比你们都强，这才是我们大秦的男儿。